来。那我后面，你后面就有。吓我一跳！漂亮，漂亮，漂亮！他口味漂亮。但是你把我站在这个位置，把这个是讲哪里？那个是来，经过要开的。原来都是这个。你怎么翻得了？来来来，走吧，你看到没？所以在等吃的。你们很辛苦。对，是真的啊，真的有压力。不要记住什么。拉起来是后面。哥开心一点嘛！你要知道是我笑啊，你看不出来。他哪有笑？是哦，那你要进阶第三个。下面还有一只哎，你看下面还有一只。你这边看很清楚哎。哎，我看到了。哎，看到了。啊，在这边。哦，哥哥哥哥来的，哥哥来的。好高兴哦。在看你的玩具，让他看，让他看，对对，不要太近啊，让他看啊，他在看你的玩具耶。这是风车了。嗯，风车，对呀、啊，他在看。你直接给他看呀。其实，你一点那个像那个大肠病毒，大树被踢掉一圈。你那个跑过来撞到皮，嗯。要表演了，给你看。还是我们来先拿下来一下。可以打招呼吗？有时候阿妈爬上来，没有打架，在打架，这样你看打架。他抓这个，哥要他下来。他有他。再对一次。爸爸，怎么这个怎么爸爸不能？哥哥跟弟弟在玩，对对。哦，他们还在。就是这样在玩。那是一罐，它不是。哇，好厉害哦！哇，好厉害，好厉害哦！我很大。两只小，哎，两只小。你可以拿这个杯子吗？可以先喝的。哈哈哈哈哈！那等一下呢，我会打开这边那个门，然后就喂食。那等一下是大家安静，然后往外。然后我也顺便介绍，然后等一下，哇，金刚星星，他其实很怕那种噪音，那他可能就会走掉，他就会不过来吃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搭配这类食材。那其实有那两种，有一，他还是可以养老活活啊。另外，哦，他聪明，他这个他知道，他爸爸没看不到，看不到。他是妈妈，所以他很聪明，他都会先来这里啊。对。会反光吗？不是啦，就那个线，那个水管。那不要跟你换位置。他吃东西要一样。这是妈妈怎么不见？在上面吧。这里他吃东西有看到吗？菜啊！没有，我觉得是反光，他应该看不到。哎，吃菜哎，慢慢买就知道了。妈妈，爸，你的妈妈掉了。哎呦，你看，蜜瓜。哎，还有个柚子皮没了。哎，掉下来。哇，红萝卜好大一块掉。地瓜。下面有小的。你等他儿子帮他拿东西啊？对。口水巾直接流下来。口水巾的呀？没有，他口水已经直接掉。对，就是这样，因为很认真。柚子。你没看柚子？绿绿的。来，等跟他哈喽。那只也不叫大只。有没有大？
我好喜欢他呢。他们现在要回家了。我也知道，但是我都回去了。道具好像要吃饭啦。你喜欢柚子皮呀、啊？继续。塞到他的肚子里面、嗯、你看他柚子皮他要慢慢吃一个地瓜他拿了地瓜、嗯、他今天应该吃过、嗯啊、地瓜掉下来给他爸了孩子你看他小宝贝早都不下来安慰你们生生孝顺呢、欸？嗯，他一直在丢菜。啊，我们弟弟今天吃很多寿司嘞、欸，哇，拿好多。你看，又菜又丢了。哎、嗯，老师，你爱吃。大星星。回去了。啊，弟弟回家了。大星星。嘉哥回去了。大星星。还有星星爸爸。妈，星星宝宝在那里。妈妈，星星宝宝在那里。那里呀、啊，赶快！哇，好可爱哦。那里。底下这个是他妈妈。他是导航中叫他去拍你。尊重。他这里比较好。昨天，哎，昨天可能也没进去，因为。因为 Nancy 拍的时候、嗯、还是在动里。昨天 Nancy 有来啊、哦？对，我看到都青菜。嗯。哇，这天色太暗了。对。对呀、啊，这个。本来吃青菜。有一点不清楚。青菜他就。就在等。他要姐姐交给他。他应该哪个地方都会丢一些吧。或者大师的人都会知道。已经出来给姐姐看一下。哪里还上去哦？嗯。你开始在找还是那个？哎，乖。请过来。